昨天上午，由10000名长跑爱好者参加的2021北京半程马拉松鸣枪开赛，从赛事起点天安门广场到赛事终点奥林匹克公园，武警北京总队全程值守，科学部署兵力，为赛事保驾护航。我们提前准备方案预案，精选调配执勤人员，为北马这个国际长跑赛事品牌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，也为参赛选手提供安心、顺心、舒心的参赛环境。